所。你干什么？哦，我，那个，喂。问卷调查的进度有点慢，所以我想来找一下李总，看能不能提供点小礼品什么的，这样也能吸引更多人来做嘛。什么赠品啊？纸巾、扇子、钥匙扣啊。你以为送这些有用吗？来我们晨明百货的顾客会在意这些小礼品吗？还有，以后这种小事儿就不要再来麻烦李总了。这个笨蛋，连电话都能打错。问卷调查又要干什么？哎，你好，帮忙做一下问卷调查吧。小姐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下问卷调查呀？就很简单几个问题，帮帮忙。小姐你好，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下问卷调查呀？耽误不了几分，不好意思。这做了一天，就做了几百份，可这上上下班也做不了一千份呀。好了，你别泄气嘛，咱们今天做不完的，明天继续做呗。明天做了，今天怎么办呀？加起来又是一千份，这第一天我脚就起泡了，哼，怎么办呀？不管怎么样，李总愿意给我挽回的机会，再难我也必须做完。给你们买了一些热奶茶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，给你个拥抱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给我们留一杯啊。不是都给我的，喝得完吗？那我给小潘拿过去啊。怎么样，累了一天了吧？辛苦了。不辛苦的，李总，我先去把这些做完啊。好啊。哎，